错，房间里没有监视器，也不会有外人前来干扰。江明月应该没有在送回巧克力的时间上说谎，从而可以得出，有机会碰到这盒巧克力的有三个人：江明月、沈西，以及来过这个房间的立州。首先，江明月与立州、沈西是三角关系，江明月嫉妒沈西而行凶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，因为住宿订房是江明月安排的。他要是想破坏沈西和立州的约会，只需要把立州的房间订得远一点，就能达到阻挠他们两人的目的。要知道，立州见沈西可是连正门都不敢走，就怕被人拍到，所以江明月的行凶动机是不成立的。你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在巧克力上发现了两个疑点吗？经过调查和询问之后，这两个疑点都有了合理的解释，不是吗？至少我们可以推测出凶手原本的行凶计划了。没错，如果是正常消费，房间中肯定会留下酒瓶。就算价格昂贵，以沈西家的财力，不可能买不起。我想，凶手的第一次投毒应该是成功了的，不然，他没必要把那瓶红酒带走。当他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江明月回来了，还留下了一盒陆景和赠送的巧克力。在这个推测的基础上，江明月的嫌疑自然就排除了。
但反过来就不一样了。就算江明月来到房间时发现立周在摆弄红酒，也不会起疑，只会认为立周在为约会做准备。直接被江明月撞见针筒插在瓶塞上的几率实在是太小了，所以立周的作案环境很安全。现在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并非全部的巧克力都有毒了，因为凶手曾把一部分河豚毒素注入了红酒中，等他想嫁祸陆景和的时候，毒药不够用了。这就要等警方带回立州后去问他本人了。另外还有一个证据能够证明凶手不是江明月。很累了吧，坐着休息一下。为什么不会是江明月？你仔细回想我们刚刚搜查现场时找到的证据。警方刚才不是说了，巧克力上有丝织品留下的指印。江明月如果是戴着手套或者隔着什么东西触碰巧克力，是不会过敏的。这反而是江明月无法自证清白的疑点。没错，但如果拿走沈西手机的是立周，那清理指纹就非常有必要了。他想避免在沈西的房间里留下痕迹，引人怀疑。应该是的。河豚毒素不是见血封喉的毒药，不会让人立刻失去意识。虽然我认为这是立周冷血无情的表现，但他可以推说是在洗澡没听到。这是一起有计划的凶案，并非临时起意，背后的恩怨恐怕是积压已久的。哦，说来听听。
可是江明月却说他待遇优厚，假日也不加班。这看起来可不像是没心情或没时间买新衣服的样子。这只是一种推论，不能排除他最近经济出现问题的可能。我还是坚持我的结论，江明月没有参与行凶。不如我们来重新想想江明月的谎言。对，谎言其实更能暴露人们内心真实的想法，因为无论谎言的措辞如何变换，一个人说谎的动机却往往是唯一且明确的。江明月说谎的目的一直都是保护李周，而不是撇清自己。如果江明月参与了凶案，又不惜牺牲自己保护李周，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自首？比起绞尽脑汁隐瞒李周与沈西有关联的迹象，他还不如直接承认所有一切都是他做的。而且，我相信，江明月事前是不知道李周的行凶计划的。就算到了我们询问江明月时，他也没有想到真凶可能是李周。就像沈西，他不也到死都以为下毒的人是陆景和？我很明白且理解你的立场，律师总是要讲求证据的。但正如你信任你掌握的证据，我也信任自己对人心的判断。江明月有很强的道德感，在自己卷入凶案的情况下，仍然能替自己的老板和立州的名誉着想。她不是一个会蓄意杀人或是参与凶案的女孩。左然他选搭档的眼光很不错。不，
比左然差的只是经验的累积而已。假以时日，你的成就未必会在他之下，但我依旧坚持自己的判断。不如我们打个赌，立州是本案唯一的凶手。